荒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比赛现场。Welcome to China, 河北秦皇岛 Bank of 秦皇岛 En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y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败部第七轮57-58场7-8名的比赛。Next up is the 7th round of the 4th stage loser's bracket and the 7-8 prizes.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12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记录裁判员宋明明。Table 12, referee 宋冰卢冰霞， record referee 宋明明。运动员中国选手周龙，周龙 China。 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 TV 二号台裁判员魏思，记录裁判员何秀红王景一。 TV 2 referee 魏思， record referee 何秀红王景一。运动员中国选手楚秉杰，楚秉杰 China。 缅甸选手杨少杰， Phong Minh Qua Myanmar。 TV 一号台裁判员龙飞，记录裁判员张星星李亚帆。 TV 1 referee 龙飞， record referee 张星星李亚帆。运动员中国选手吴振宇，吴振宇 China。 中国选手孔德金，孔德金 China。 现在比赛开始。 Now let's get started。 春节让杨少杰，请双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楚秉杰获得开局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楚秉杰开球。
第一局初等决胜，比分1-0，开始清卡。谢谢。第二局，杨少杰开球。十秒。
第二局杨少杰胜，比分1-1，开始清台。谢谢。第三局，朱秉杰开球。10秒，连时。10秒。
第三局，杨少杰胜，比分2-1。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第四局，杨少杰开球。上面的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
第四组接近决胜，比分2-2。第五局，楚炳杰开球。
第五局充分决胜，比分3-2，这个胜利。第六局，杨少杰开球。开球时机，稍等。继续击打，10秒。延时，
10秒。5、4。10秒。10秒。10秒。5、4、3。犯规。自由球。
第六局基本决胜，比分4-2。那不是我上面加热开的吗？它一开就全开。那我现在感觉那开一会儿再开。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第七局，朱秉杰开球。什么意思？延时。
第七局杨绍杰胜，比分3-4。谢谢。第八局，杨绍杰开球。10秒，延时。10秒，
第八局初阵决胜，比分5-3。第九局，楚秉杰开球。第九局基本决胜，比分6-3，开局清场，双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
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倾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进入中模式，开启暴力中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三连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杨少杰开球。开球失机，杨少杰开球失机2次，再有一次判负1局。稍等，继续击打。
十秒。延时。初阵决赛，比分7-3。第十一局，朱秉杰开球。
第十二局，杨少杰开球。十秒。延时。十二局，杨少杰胜，比分4-8，他的前台。谢谢。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工学和中学台桥。
第十三局，楚秉杰开球。第十三局，杨少杰胜，比分5-8。
第十四局杨少杰开球。延时，第十四局杨少杰胜，比分6-8，开始清台。
第十五局，楚秉杰开球。十秒，延时。第五局，楚秉杰胜，比分9-6，客座请台。
第十六局，杨少杰开球。开球失机，杨少杰开球失机三次，判负一局。第十六局，楚炳杰胜，比分10-6。第十七局，楚炳杰开球。10秒。比分11-6，开始清场。
第十八局，杨少杰开球。先下球。十秒，延时。十秒，十秒。
负基本连胜，回盘12-6。刚刚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有时候看见和看见不一样，外界的维度取决于内心的态度。面对前路的未知，我看到的是未来期许的付出与坚持。面对攀爬的曲线，我看见的是厚积薄发的实力与磨练。面对灿烂的笑脸，我看见的是由心而生的温暖与牵绊。当我付出时间只为了一小步，当我不断重复只为了不让步，即便风雨兼程只收获些许青睐，我却更懂了用心的重要。它是逆势里砥砺拼搏的不屈意志，是喧嚣中沉着自信的笃定从容。时代竞进，步履不停，我们都在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努力追求。我是为你解围的那双手，也是与你并肩眺望的那双眼。我是秦皇岛银行。
三连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楚秉杰开球。延时。十秒。
第19局出局结束，比分13-6。第20局，杨少杰开球。10秒，延时。Thank you.
然后结束，比分7-13，开球清台。第21局，楚秉杰开球。Thank you.
十秒。第一局，梁浩杰胜，比分8-13。小麦皮头，轻松上手。第22局，梁少杰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
十秒。延时。第二十三局，周秉杰开球。
15-8，开始清盘。第26局，杨少杰开球。10秒。延时。延时。10秒。
十秒，延时。第二次举重和结胜，比分9-15。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第二十五局，楚秉杰开球。
十秒，延时。第二十六局，杨少杰开球。十六局，杨少杰胜，比分10-16，开局新台。
127局，舒秉杰开球。太远了。